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厅长党组成员陈淑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陈淑慧出生于1963年5月 ,2009 年11月至2012年5月曾任灵武市市长，正式而微信 IDXJBZSA 注意到陈淑慧曾经的搭档市委书记李建军于今年5月被宣布调查，李建军也是陈淑慧的前任灵武市长。2009年1月至2009年11月李建军任职了十个月的灵武市长就升任市委书记，接任灵武市长的正是陈淑慧，此后两人党政班子搭档了两年时间。李建军资料图，灵武市银川下辖县级市，1996年5月国务院批准灵武撤县设市，1997年12月将灵武内入宁夏经济核心区范围，2001年2月规划为自治区能源化工基地，2002年10月由吴中市移交银川市代管，融入大银川的战略框架。陈淑慧简历，陈淑慧女，回族，1963年5月生，宁夏银川人，1982年3月参加工作，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82年3月至1983年10月银川市郊区永固乡干部，1983年10月至1986年8月银川市郊区永固乡副乡长，1986年8月至1988年7月宁夏党校行政管理专业学习，1988年7月至1997年12月银川市郊区大新乡党委副书记，1997年12月至2001年3月银川市郊区城乡卫生管理局局长、城管班主任，2001年3月至2001年12月银川市郊区新京镇党工委书记，2001年12月至2007年9月银川市郊区金凤市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2003年9月至2006年7月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2007年9月至2007年10月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2008年5月至2008年12月银川市兴庆区代理区长，2008年12月至2009年11月银川市兴庆区区长，2009年11月至2010年1月灵武市代理市长，2010年1月至2012年5月灵武市市长，2012年5月至2015年8月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宁夏灵武羊绒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副厅级，灵武市市长，2015年9月至2018年10月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厅长。党组成员李建军简历，李建军男，汉族，1962年3月出生，河北蛟河人，1982年7月参加工作，198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学历，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宁夏大学化学系化学专业学习，1982年7月至1985年10月固原县第二中学教师，1985年10月至1987年2月原县及吴中市劳动人事局干部，1987年2月至1994年6月原县及吴中市劳动人事局科员，1994年6月至1999年6月原县及吴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99年6月至2001年11月吴中市立通区委组织部部长，2001年11月至2003年4月中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3年4月至2004年7月中宁县委常委副县长，2004年7月至2006年08月中宁县委副书记，2006年8月至2007年1月永宁县代理县长，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永宁县县长，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灵武市代理市长，2009年1月至2009年11月灵武市市长，2009年11月至2011年11月
05市委书记2011年11月至2016年0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委员。05市委书记2016年3月至2018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